菜弄出来了，这瓜子可以。嗯，来，可以。小鸭又吃小鸭，小鸭只想吃小鸭。他看到我吃，他就想吃，看到没有？嗯嗯嗯。来嘛。现在吃不来。我一根。吃不来。还想吃不来？嗯。长大了吃哈，像牛哥那么大就可以吃了。这，哼哼，想吃你。我们差不多也有几个月没这样坐在一起了，也放。我现在三个月，你出外地有没有想我们呢？那不讲我打多少电话哦，是吧？是你想你是想牛牛不是想我吧？你不要往外面跑啊！你要我吧？死话吗？待在家你不跑啊？走吧，哪里都去不了。你现在是暂时跑不了。去也就是去娘家十几分钟回来了，不像你们还是好一点。你这家的近好啊，你可以天天去娘家，像我们家远一点好一点，回娘家亲热嘛。像我们天天就回家了，是吧？哦，你吃不来，来加鸭吧，还想吃，吃不来。见人家吃什么？你看吧，你小爷，你小爷抱。小爷有那么丑吗？Hello， 哦，哦。妈不哭，嗯，大妈抱，反正刚回来不认识，人我怀疑是小鸭太丑了，怕他去哭。我说小鸭这么漂亮，怎么会丑啊？是吧？啊，爷爷，你看，你看嘛，他听到我声音了，还有，哦，大妈抱，大妈抱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很正人的，到时候一个你妈妈一个人抱，看一下累不累嘛？嗯，好吧，认人。这段时间就让他搞习惯了，让这些人多抱一下，别把他搞得只剩你一个人，你自己带着累，是吧？看吧，扶着吧。嗯嗯。玲玲，你在玩车啊？哎。快出来，玩烂了，爸爸没钱修啊。你看，被子快要干了。啊！明天就是阴天了。对。对了，我要跟山东那个老板娘还要打个电话才行，因为还是有好多朋友把那个联系我，还要苹果。那你跟他说一下嘛。嗯。好。打个电话给他啊。嗯。喂，老板娘。哎，当天的。那在忙吗？还想跟你说。哦。啊，本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跟你说了，啊，但是啊，我还是必须要说，我就是你那个苹果啊，你看能不能再给我加点单呢？今年本来产量那个果子就少，再加上这马上年关了，然后工人都好多放假了，我们库存确实也少。昨天给咱们应该是加了500多单，已经卖超了。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知道。你看，像我们家的那些粉丝朋友啊，也确实喜欢你那个苹果。还有好多朋友跟我联系，他说还没拍到，看能不能叫我就是想一下办法。哎，我也不好，没办法呀。你看我，所以说我就找你，看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加点，老板娘啊。咱们这个情况你知道吧？啊，情况我知道，啊，情况我知道，就当你帮个忙，帮个忙。因为现在马上年关了，你也知道，它好多快递它也涨价了，人工费都也涨价了。我就给之前给咱们留了500多单的库存，已经不少了，而且昨天已经卖超了。这些我知道，你看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对不对？从去年到现在也算是老朋友了吧，对吧？你看我老婆啊，还有我老妈还去过你那里。嗯，明年我还打算去你们那里，真的。我肯定欢迎你们过来，这肯定欢迎，但是现在确实年关了特别为难。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你不难的话我也不可能就是打这么多电话给你啊。你看我前前后后也打了60、70次电话给你了，就是帮个忙好不好？再加一点。你看，要不就这样的，我肯定也是想咱们能多发，我肯定也想帮忙。
确实现在很为难，因为都涨价了，要不咱们就一般涨3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还涨3块钱呢，这也没必要了吧？你看，反正你也快过年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之前都是那个价格，你临时来涨价，我觉得这样子不好，会让就是他那些其他的粉丝朋友他会有想法的，啊，影响咱们的信誉吧，对吧？而且老板娘，我跟你说，你就算现在我要你库存，肯定你也给不了我多少，就那么几百单，几百单你一单加3块钱，我相信就是不差那点钱，你也不差点钱，对吧？你生意，你看你生意做那么大，对，嗯，美女长得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对吧？你也是北方的，对不对？北方的美女一般都大气，一般都豪爽，对，是吧？我就喜欢梦言说话，梦言说话我就开心。确实太为难了，人家都涨价了，我这之前给咱留的库存也一直压着没涨价，我都是亏的。你也了解，你跟他说你也了解我的性格，不让你为难的事情我一般也不会找你，你不为难我找你有什么用啊，对吧？这个是实话，是不是？为难了。这样吧，你我不放多了，你就搞个再放个500单吧，好吧，可不可以？500单真搞不了，真搞不了。那就300单，你就去别的那里去给我调一点，加班加点给我弄，就300单，好吧？你们以卖超这些，我们已经在加班加点了。反正我就要300单，你这300单你不搞，明年我们也不去了，你看着办吧。行吧。嗯，太没钱了。你说我说涨点价，你还不让我涨？你现在涨价肯定说不过去啊，你是吧？你想嘛，对吧？因为别人都涨了，你知道不？别人都涨了，那是别人嘛，你是美女嘛。他的意思是他发的其他地方那些供应商我都知道，他涨价了。你这就是我们也是朋友是吧？行吧。就放个300单，明年我们去了好好的帮你那个苹果。三百了，咱最多就300了，还得是咱们这个关系，我真得加班加点，我晚上工人都不让他们走了。好，可以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最多就300了。好，300。那明年我多直播多卖一点，好吧，多努力一点。明天等你来了，你再给我补回来呀。好，可以啊，那就先这样，你先忙喽。嗯，好，你太难为我了。好，拜拜。答应了，300单。那还是要你出马才行的吧。来，我不要。